人到中年最怕失去三样东西，一旦失去很难挽回。人的一辈子其实并不太长，短短数十年，有的人过得很充实，很有意义，但是有的人感觉自己虚度了一生，并没有做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，没有完成自己的梦想，甚至都没有开始去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就已经老了。人生匆匆，人到中年时，也许我们该停下脚步，来想一想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。方向对了，努力才有意义；方向错了，就是南辕北辙，越走越远。人到中年，我们应该思考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，什么事情重要，什么事情可以随他去。思考许久之后，我认为人到中年最怕失去三样东西，一旦失去很难挽回。一，不要失去自己的婚姻。人到中年，有感情的七年滋养，也有中年危机，这些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影响我们的婚姻。但是无论境况有多不顺，都不要抛弃自己的爱人，结发夫妻的感情比任何感情都要深厚。有的男人中年发迹之后，买大房子，换上了豪车，最后寻思着换个年轻漂亮的老婆，殊不知男人的现在就是跟结发妻子白手起家赚来的，把结发妻子换了，就等于断了自己的财路。等到玩腻了，大部分男人都会发现，原来还是自己的原配妻子好，一旦失去就会后悔莫及。现在的女人无论是头婚还是二婚都非常受欢迎，别轻易就失去了自己的结发妻子，因为离婚后她很快会有别人追求，等你后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二，不要失去自己的亲人。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旅程，很多人来了又走了，都是匆匆的过客，唯有我们的亲人是血脉相承，不会变化。永远不要失去自己的亲人，不要失去他们的感情。人到中年，你会发现他们才是你最在乎的人。天灾人祸我们无法预测，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因为一些利益跟自己的兄弟姐妹，跟自己的父母坏了关系。许多人年少无知的时候离家出走，跟父母断绝关系，跟兄弟姐妹闹翻了，到老了后悔都来不及。兄弟如手足，一辈子相扶相持才是真正的兄弟，为了一点家产，为了一点利益就反目，就真的亏大了。三，不要失去自己的健康。人到中年要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，年轻的时候有点不舒服，休息一下很快就恢复了，到了中年很多事情就没那么简单，有些病可能是慢性的，只能通过自己纠正生活习惯来改善。中年人正是家庭的顶梁柱，身体一定要挺住，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一切。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为自己的家人着想，他们都要依靠你过日子，你的孩子也许尚未成家立业，你的父母已经渐渐老去。中年人不能倒下，花点时间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，挤点时间出去户外锻炼一下，不要太久坐在电脑面前，不要经常熬夜，戒掉宵夜，减掉大肚腩。人到中年，不要再浑浑噩噩过日子，想一想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，珍惜夫妻之情，珍惜兄弟姐妹亲情，珍惜自己的健康，因为一旦失去，很难挽回。